各位，带你们来看一下嘉义最多最密集红绿灯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吗？光是一条路就十几盏红绿灯了，还蛮厉害的嘞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刀。现在我们来到嘉义市的一间旅社，荣工大旅社。我跟你们说，他这间旅社我觉得是来头不小的一间旅社啊。他这边除了有一个价目表之外啊，房租价格表，他旁边这边就有提到，公共场所不谈国家机密，不听信谣言，不传播谣言。哇、哦，这东西是以前戒严时代才有的文件吗？只是没有想到说他这间旅社的年纪竟然是如此的历史悠久。今天是4月30号礼拜五啊，所以他跟我收一晚800元的住宿费用。但是他这间很厉害，他旁边就有一个停车场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用800元可以有住宿，又可以有停车，哎，这东西真的是很棒哎。但是今天来到这边，它虽然房子旧了点，而且装潢也是非常的阿嬷家的味道。今天它这边不只有停车场、饮水机，还有卫浴，一个电视，还有阿嬷家会有的化妆台。我是觉得说800元啊，你会合啊，会塞啦。各位啊，是说我刚刚休息之后醒来，我发现现在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。用这个 Son of a Peach 9.99% 的啤酒敬你们。哦，我一打开就有一个很重果香味飘出来。欸，各位，这个好喝欸，它这里面是加了浓缩水蜜桃汁，还有浓缩柳橙汁，我觉得可以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在嘉义的一间麻辣凉面里面呢。它这凉面店，我觉得它是一间万中选一凉面店呢，因为它有麻辣凉面。我超爱吃辣的。就是这个拥有美乃滋的凉面，嚯！哎，各位啊，
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嘉义的凉面跟全台湾凉面非常不一样，只不过今天终于来到这边亲自体验看看呢。啊，这个凉面里面有麻酱、美乃滋、小黄瓜，还有豆芽菜，还有他这边现场有辣油，他这边有分豆瓣酱，还有小辣、大辣。我是拿了大辣的，不过我们先拿一点点看看说，说看到底可不可以的。现在吃看原味凉面呢，嗯，哦，各位啊，这个凉面它不只是一般凉面有麻酱香，哎，整个吃起来是非常南部味，我很喜欢呢。这面竟然还有豆芽菜。这时候加点辣来调味吧。好期待这个麻辣的感觉是怎么样。哎，各位啊，这个大辣的麻辣酱吃起来非常的顺口，而且它这个麻是温柔的麻，我现在嘴巴充满满满的花椒香味，还不错哎。来喝一口汤。哦，这个蛋花汤更为清爽哎，喝下去你会有感觉到就是一种淡淡的咸味，但是它会有带一种番茄香气吗？哦，今天中午吃这一餐我觉得非常可以耶。这碗汤喝起来非常有台湾味啊，是一种从小喝到大的味道，但是真的很难去形容是什么味道啊。那我们加一点胡椒粉来调味吧。就是这种味道啊，加一点胡椒粉，它味道会更香啊。
这个凉面真过瘾的，一盘简单的凉面里面，你就吃到香甜麻如此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啊。好了，吃完了齁，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现在我们回到土豆的工作室齁，来哟，大家拍破我一下哟，我们终于五万订阅了啦。好，那在五万订阅的同时啊，我们来办个抽奖，我们抽出这个虾土豆钢杯，而且它还是有带盖子的哦。不管你是要泡茶、喝酒还是干什么的，欸，它都是非常的适合。那这个抽奖方式，请在这部底下留言，催蕊抽杯子。留言时间截止到9月25号的23:59，抽奖时间会在隔一天的9月26号的正中午。那抽奖方式，我会在直播使用这个系统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方式。跟各位抽出得奖的幸运儿，啊，各位不要忘记去参加抽奖喽，催蕊。